搞定。OK 了，好不好？比如说现在是早上大概8:30左右，那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？昨天晚上明明3点才睡，为什么8:30就要起床？是有点神奇啊啊！因为我们今天的我们在汕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准备来做一个实测。想必大家应该已经看过我们那个吃牛肉火锅的影片了。所以呢，刚睡前脑袋转比较慢哦，所以对看过那个食神，用贡丸打那个乒乓球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 battle 一下，用牛肉贡丸撒尿牛丸究竟打不打得了乒乓球呢？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那他已经在这了。正在瞄准当中的 ，OK， 非常之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期待这件事情。地瓜桶打乒乓球 ，Let's go， 我们真的下面见。国际赛总杯第一届乒乓球大赛正式开始。你有信心接到我的球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也没有信心打过去。来了，来了。先讲一件事，输的吃掉对吧？对，输的把它吃掉。老板，来吧。Come on， 起来。我是致命发球。现在是2-1哦，11分哦。2-2吧，11分啊，6分好啊，6分，那换我发球吧，夺命发球，来，没过，没过，那是几分？3-2。哎，我要求换球，我要求换球，好，没有准备2颗，我先试一下这个4球。这一颗好一点，这一颗够完整快了。来了，哎，今天要吃到4-2。5-2。2-2了。来5-3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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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弃掉它。你知道吃多久啊？绝对是正点的。老弟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按赞、分享，拜拜。